他有创作灵感，但是他并没有太多的整合能力了。好像第一天我们完全没有写出东西来，真的对自己痔疮太没信心。就是老师要验收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人燥到一个不行，每天晚上都在想歌，超紧张的。对。每周六晚间8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